劳动は草ということです。我们今天要继续玩我们的娜娜敏七海剑人，来辅助一级，这是准一级，准一级可不可以？改造人，那还有特级，来直接跳特级，我们直接跳特级，贪心。等一下，你好痛，你好痛，你好痛。反转术士，反转术士，熊猫救我，熊猫，熊猫打他，对，熊猫加油。来攻击了，来攻击！等一下，胃飞走，胃飞走，连续攻击！等一下，我死掉，我死掉了！先不要打死他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这里，是这一只吗？对对对，就是这一只，被收掉了，不是我的。一级加二级，就是你们了。让我飞起来，打草战术，打草战术。咬啊！出事！反转出事！放回放回！一级还有多少血？44滴。过去瓦洛瓦洛一次，石化咒法。我守卫不够好啊！怎么突然集了这么多怪？我简易领域了。有有，对我来讲应该很好用，因为我没有领域可以用。帮忙简易领域，往哪去了？人不见了。对对对，95滴。再开简易领域，简易领域。哎，死掉了吗？被打死了。来来来，他打谁？他在打我吗？不是不是，在这里。被碎石波及到了，现在差一级特级，一级一级看到了，还有人在打，来了我来了，别想攻击我，简易领域，强攻击，连续攻击，等一下，斗胎怎么跑过来了？等一下啊，3D 啊，这不应该开简易领域啊，开简易领域会不能用，不能用我的咒术，只能用基本攻击。直接打我，有没有速挪啊？我看到一只了，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75滴，75滴，我们要善用防御。我才刚说，我又来了，再挑战一次。这是更难，这是更难，好难，太难了吧？还是我下太弱了？是不是要打准啊？为什么看金海的？你看他会这样，那我怎么不会？那我不会用吗？要怎么用？你看我感觉都没有打到了，没有打到的感觉，还是我不会玩吗？怎么用？运分到底怎么用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实验一下，怎么样才能触发到暴击啊？改造人，还有表情，那边有一只，爆发，点一领域，来了，但是不算我的，被熊猫捡走了，臭熊猫，你捡我一级，上野登原为以二级咒术师，不是啊，我的一级被捡走了，我好像知道，好像真的要打准哎、欸。用连续攻击就已经打得到，这就是一套组合技吗？限分加连续攻击，已经打得到。先限分之后连续攻击，最后这个好像没有很痛。组合技，组合技，开简易领域，不是反转，硬扛，硬扛，硬扛。哎，一出生就遇到一级了，就是现在，你果然石化咒法。连续攻击，哎，他死掉了，那把手不算我的，不是浮出一级吗？不会是被明明杀的吧？不要啊，好不容易有了，难找啊，都被他们杀光了。好多猪，好多猪，变二级，来凑个热闹。
两个都打，两个都打。铃声一级，铃声都一级了，还没浮出到一级咒灵啊！一级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但现在状态没有很好。要让我飞起来！防御，防御，防御！我没办法，我没有，我没有远程攻击手段啊！打那一次好难打。回来，回来，等一下，伊古。准一级，准一级，试试看。减分，连续攻击。有了有了，准一级咒术师。再来咧，呼出特级，要打特级了，终于推进我的进度了。特级特级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别把他打死。没错没错没错，交给我，我来。往哪里去了？减分，没有网路，铃声特级，再来就是要成为特级咒术师，打败一级枪咒灵，名声提高，我们要疯狂赚名声。前面有一只一级，再挑战一次。我飞来飞去的，他远距离攻击手段很烦。等一下，我刚看到真人，那是真人吗？他怎么死了？是我杀的吗？那是真人嘞、欸！你，我现在打的，现在打不赢你啊！我不是要现在找你啊！我要这一招，像动画里演，动画里演的一样，压死他，逃跑！人呢？还在追我，还在追我！老胡，打一起打一起打！快跑快跑快跑！那路子云溪。有这么多人在追我，打咒语，像你这样好像打咒术师比较快，哇，诅咒师，还在骑士班，就是两个的大战，两个都好都好强，人好多，全部过来，我防算名称。防撞名声，别打我！又是漏壶，打这么多漏壶、啊，你要把我，你要让我一半烧伤吗？一板二两，哇！肉搏肉搏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太多肉糊了吧？好像打得一样，我的错觉吗？他开领域，我不就死定了？等下等下等下，快死了快死了！打术士治愈，快跑快跑！还是我的错觉。白天呢，我们打一些咒术师，咒术师名声升的好像比较快。啊，熊猫，回去。你那什么线分，连续攻击。肉糊，肉糊跟我有仇。